今天我们其实开展的是我们国美馆所推动的2023艺术跨域创作案的发表。那我们一年当中其实非常支持的艺术跨域创作的发表，在时光天井以及我们的 U108 Space， 总共两个是专属于科技艺术崭新创作发表的场域。那我们历年来其实都非常的支持并培育艺术家的崭新的创作，那特别是青年的艺术家跟新一代艺术家的创作发表。我们其实国美馆从2004年非常早的时间，几乎从它转型为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后就开始非常有目标性的推动科技跟艺术跨域整合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发展计划。从2004年到今天已经有20几年的时间，那这20几年来我们其实在科技艺术的目标跟筹划之下，其实有包括我们年度的比较国际性的邀请国外跟国内的艺术家以及策展人共同发表，可能探讨的是关于科技人文议题，那如何以艺术创作的新观点来探索这些科技时代下的新议题，包括科技、艺术、医疗、医学，然后甚至是其他的像今天可能跟考古历史有关，不同的一个跨域整合的计划。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科技艺术的这一个创新的这个培育，能够更探索不同的跨域的议题。那像我们去年的一个科技大展，科技斡旋亚洲观点，其实就是以宗教以及一些其他的来探索科技跟艺术跟现代人文之间生活的关系。那所以我们探索的，由于科技的这个视角，让我们可以发掘更多艺术创作的一个观点。那也就是这个我们在推行这个艺术跨域计划很重要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的看到潘静以这样子的跨域的新创作的发表，尤其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结合一直以来自己对于自己家乡澎湖跟自身在地历史的一个探索，结合他崭新的一个新媒体的一个创作的观点，那也结合了3D 扫描的技术，然后历史的探掘，还有就是动画以及艺术科技的创作的一个新的发表的方式。那我们国美馆作为一个2004年到现在一直非常持续性的推动科技艺术的创新的孕育发表跟支持，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一个推动，那也更希望曾经参与过或还未参与过我们这个创作案的艺术家可以多多来加入我们，参与我们。那这一次挑战的时光天井的这个多荧幕的创作提案，那下一次也许可以再挑战我们另外一个空间 U108 Space 的沉浸式的一个空间的发表。那未来我们其实也会推动，就是当我们在跟国际的科技的艺术机构合作或者是其他的策展人合作的时候，我们也会努力的将曾经在我们这边发表或者是展出的艺术家能够透过这样的合作的国际交流的方式能够推展到其他国际的艺坛跟领域。那潘静的作品的主题呢，就长期观看，我看过潘静以澎湖的这个海域作为创作，那我看过他其中一件作品是叫做《雾中迷航》，讲的是澎湖的713事件，也就是在澎湖时期白色恐怖的政治事件。那用 3D 扫描跟新媒体的技术转换变成对于家乡、海洋、事件、历史文物的回顾。那我觉得一个年轻创作者愿意站在一个高度重新再回看自己的家乡的过去的历史的一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水底，在水底里面的艺术的一个呈现，就让我联想到2017年的时候，英国的一个艺术家，当代艺术家，也就是 YBA 的代表人物，叫做达敏赫斯特 （Damien Hirst）。他的一件作品呢，是花了10年的时间，花了5000万英镑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巨大型的一个水底的一个沉船的事件。那这些沉船事件里面包含了雕塑、珍珠、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探查的一些物件等等的，所以他在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用双馆的形式去做一个呈现啊，让很多的这个艺术圈的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再回过头来看潘静的这件作品，名称叫做海洋叙事的另外一种叙事，另外一种姿态哦。那这一次呢，我看到他所做的以及他在创作之上面所讲的是讲述到广丙舰。那大家知道什么是广丙舰吗？广丙舰是建造在大约是在1887年左右。那事实上他有兄弟姐妹哦，那兄弟姐妹叫做广甲舰、广乙舰，然后后来才叫做广丙舰。那为什么？是因为它是一个战争的武器，所以它是一个巡洋舰。那广丙舰呢，大概从1887年委托福州的这个造船所所建造的。那到1894年的时候呢，参加了甲午战争，那不幸的战败了。那战败了，因为海战战败了之后呢，就把清朝的这个巡洋舰呢，就归属给日本。那日本胜利之后呢，就纳入什么日本的帝国的海军，所以他重新编组。那接收之后呢，1895年呢，他就开始怎样？开始就做一些巡逻。巡逻的路线是哪边？从澎湖的马公前往这个万安岛，万安岛的附近的这个岛屿叫做将军岛屿。那这个大概1.4公里的海域里面，跟台湾海峡之间，就俗称的台湾的黑水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呢，颜色呢，海水的颜色呢，属于湛蓝深黑色。那这个地方呢，常常有一些海礁、暗礁。那这些暗礁呢，在日本帝国时代的海洋地图志里面，并没有详细的罗列。所以这艘船呢，就在当时候的1895年的时候，12月的时候就沉船。那沉船是因为当时候的暴风雨，当时候暗礁触到那个暗礁，所以就沉船了。那依照记载呢，这艘沉船总共会有160个人。那160个人当中呢，后来呢，生还者被救出来的大概有123个人。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37个人就在作品那潘静的作品里面。所以你会看到这些沉船呢，它是有一些考古的依据。哦，沉船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当时的战争的武器啊，哦，那时候的设备啊，或者是那时候的这个防护面具啊等等之类的，哦，这也是一项蛮重要的一个考古。那后来经过2010年哦，文化部文资局就成立了这个水底考古团队。那考古团队呢，那时候就发现这个位置是一个国家重要的一个水底考古的位置。那2015年呢，就派这个潜水队下去，哦，总共发现了一些当时候还在的一些遗物。那这些遗址呢，总共发现有117件，哇，这么多！所以你在澎湖以及台中都可以看到澎湖在广丙舰的一些所捞出来的这些水下考古的遗物，哦。那据我所知，刚才有问一下潘静哦，那我特地到澎湖的考古中心去访谈他的研究员，去考察他们的一个出水的纹路，从水里面出来，然后要经过去盐水，然后重新再经过整理。这些出水的纹物里面呢，可以看到它大部分都出现在他的作品里面。那我刚才仔细看的这个作品，大概一两个小时哦，可以看到这些作品里面他用到很多的这些媒材。包含的 3D 扫描哦，用所谓的 3D 扫描的方式转换成 3D 的一些影像跟符号，那再经过 Unity， 然后再经过 Arduino， 把这些影像呢就重新做转换。所以它并不是一般的动画，而是说它用的是摄影的方式、录影的方式，用扫描的方式去重新再去复制原来的那些考古的遗物。那里面呢，水底呢，刚才讲到这个黑水沟，对，也是很多的澎湖的渔船也会沉在这里面，所以它是一个交杂很多的。所以目前为止统计，大概这个黑水沟的海域总共有80处的遗址，就是有80艘的一个大型的沉船。那在这个广丙舰之后呢，还有什么？还有二次世界大战的很有名的这个三藤丸号哦，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有关战争方面的一个遗址。那整个来看呢，我们这个海洋的部分，台湾是不是一个岛屿国家？对呀，四面环海。那这个四面环海的国家呢，我们会发现台湾既然是一个岛屿，
它也不是一个全世界的中心，它也不是全世界的一个边陲，它是岛屿当中的一个连结重要的一个要塞。所以我觉得这件作品呢，可以看到不仅是考古的精神，而可以回看到过去的历史的脉络、文化的精神所在。我们重新回看之后呢，发现战争虽然恐怖，但是我们知道说战争有一定它的来龙去脉。那我相信说这件作品呢，不仅是站在一个考古的立场，也站在历史的角度，也站在文化思维的一个反思的一个方向哦。那再加上它运用的新媒体创作的一个手法，展现一个当代的一个样貌。它并不是在大家去缅怀过去的战争的苦难，或者一些受难者沉在海底的一个沉寂的一个情景，而是要站在一个高度的一个角度呢，重新看到过去有关澎湖的事件，怎么样把它放大回看到荷兰、西班牙、日本的统治，然后呢，再回看当今我们怎么样去珍惜我们的海洋的文化，我们的岛屿的文化。那试图呢，可以在这个角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所有的一切的文化的面向。哦，我觉得海洋代表生活的一切，海洋也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那透过这个作品呢，似乎我们坐在这里就是在海底里面，似乎好像就在看到海底的过去，似乎也在这个海底里面，我们看到网上看到海底上面的天空。对，那我这次的作品呢，叫做《海洋叙事的另一种姿态》。在我过去的作品中呢，我都是以，因为我本身是澎湖人，所以我过去的作品也是以澎湖的船只去作为主题。那过去呢，也针对澎湖船只的文化、历史、政治去进行创作上面的一个构思。而这次《海洋叙事的另一种姿态》这件作品呢，他把领域呢扩充到了澎湖的水下考古。那在澎湖这个地方呢，他其实哦，从荷兰到现在呢，已经至少发生了400多起的沉船事件。哦，然后在经过了这个澎湖水下考古研究的调查，已经发现了80处的沉船的遗迹。而我这次呢的作品呢，是以广柄舰去作为我作品的一个创作的基底。广柄舰这艘船呢，它经历过了很多过去的历史战争，包括甲午战争、大黄海海战，还有威海卫海战等战争。那最后呢，沉没在澎湖的黑水沟当中。所以广柄舰呢，这艘船呢，它是具有很重要的殖民历史的一个背景，再加上它有许多的水下考古遗物。对，所以我这件作品呢，会以广柄舰去作为我创作上的一个依据。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能够带给观众，就是能够进入这个水下的世界。对这个，澎湖的古沉船呢，它不单只是海洋生物共生的一个场所，这些澎湖的古沉船呢，它也代表着澎湖的一些过去的殖民历史，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我这件作品呢，也将很多的这个战争的这些士兵的这些图像，去作为水下过去殖民战争的隐喻。那它不但是这些古沉船，它不但是海洋生物共生的场所，它也代表人类的一个大历史观。我这件作品的创作背景呢，是参考澎湖海域附近的黑水沟的一些沉船事件。那黑水沟这个地方呢，就像刚刚所说的，从荷兰时期到现在，已经发生了非常多处的一个沉船的一些事件。那，在2010年的时候呢，澎湖的水下考古团队在经过调查的时候呢，发现了广柄舰这艘船的遗址，并且开始了这个挖掘作业。那我也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到澎湖的水下考古工作站以及澎湖的开拓馆去进行这个广柄舰水下遗物资料的一些采集，将广柄舰的一些水下的一些残骸以及遗物呢，去进行这个 3D 扫描的一个图像的一个转换。广柄舰这艘船呢，它在1891年的时候呢，它是清朝所制作的，那原本是属于广东的水师。后来呢，因为甲午战争战败的关系呢，广柄舰也加入了日本的一个北洋舰队。
那最后呢，沉没于澎湖南方的一个岛屿当中。我这件作品呢，它源自于广秉鉴的沉船事件，并且借由水下考古的调查以及推测设计的一个概念，去进行一个去检视黑水沟水下沉船遗迹的一个创作方法。这件作品里面呢，包括了水下沉船的场景、沉船的场所以及海难者的这些物件，都是我经过考察之后，透过修复建模还有扫描的方式去进行创作的。我们这些澎湖水下的这些古沉船呢，它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文化的一些历史跟殖民的背景。这些沉船呢，它所代表的也是人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观念。对，那水下的这些遗迹呢，它很像被时间凝结在这个水下世界，但是它也逐步的在海底下呢，逐步的改变它的这个地景。那我想试图用这个游移的形式，带领着观众潜入水下世界，去看这个澎湖水下遗迹，对澎湖过去的文化历史跟殖民的一些状况，能够有一些了解。那澎湖呢，过去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沉船的遗址，包括将军一号、英国的布哈拉号等等。对，那这些文化跟背景呢，也是代表着对过去历史重新翻搅的一个记忆。对，那希望能够带给观众呢，有进入水下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